规则就是没有规则，只要在两个小时内能够顺利的完成就可以。然后贴纸的部分可以不用贴，那就开始了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倒出来了。这边。耶，很好，乔老师。耶、yeah, ，我们来内湖的 Break Papa。那这一次我们又有不同的主题。上一次我们是比快，那这一次我们来自我挑战，要组乐高之前出的浩克破坏者，然后在120分钟，也就是两个小时内组完哦。那这次以老板娘为首脑，规划了一系列组装的流程。那我们就是来看究竟老板娘靠不靠谱，看一下我们的讨论过程。Go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板娘。我有一个新的任务，我要邀请老乔。来，我要邀请你再跟我参加一次一个比赛，120分钟组完这一只浩克破坏者。这一次呢，它可以分成一个人参加、两个人参加、三个人参加、四个人参加，也可以五个人参加。我们会邀请另外两位朋友一起参加。不管邀请多少人去参加这个，就是要在120分钟内完成。对，那完成的话，它不是跟别组比赛，而是跟自己跟时间比赛。我们先做腿吧，我们先从腿开始啊。那当我们稍微稍作讨论了以后，来欢迎我们的队员，耶、yeah ！恭喜分到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肉哥，我叫立伟，还有老板娘，还有乔老师。我们今天就是叫做D08乐高小队，对不对？我们这组战队，等一下挑战完成那一个什么浩克破坏者，120分钟。我们本来想说两个人，觉得太丢了。不可能啊！我们昨天有练习。对，不过对，听说你们练习小只的浩克破坏者，对，多少？300多片。300多片。那花了多久时间？48分。哈哈哈哈哈！今天是4000多片。然后我们两为主，然后一个是剪料手，一个是组装手。我们有分，就是他是废剪料。我剪好，然后会推过来，叫你推过去。然后我就要负责一直推，一直推。老板，你说上面一组有五个人报名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有成功吗？没有。所以这个是小朋友，对。所以我们还是有希望。我们就是挑战自己。规则就是没有规则，只要在两个小时内能够顺利的完成就可以。然后贴纸的部分可以不用贴，我尽力了，好不好？全力以赴，让我们第一场的组装赛，八成功，不要让人家。老板骗人，好，没问题，那就开始了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倒出来了。这边。可以。真的吗？我说我们现在进度怎样？快！我现在不要跟别人比啊！你不是说要跟自己比吗？没有，我现在干嘛？我现在这个。啊！我跟你说，我觉得你们现在应该是落后的状态。是假的。就中炮他。现在战况如何？啊，你现在还落后隔壁大概一只手，这很甩就对了。对。
有力气。请问你们为什么可以做得这么快？我们为什么做这么快、啊、为什么可以做这么快？我们就是平常心，对。他是很有名的乐高创作。哦。就兴趣。OK。知道我们难怪我们会输。难怪我们会输。不能输啊！这个我们不能输。他们心脏快要骤停了，然后你们那么快。要把我吓死！这位是那个台湾第一盒乐高的创作原创者，对对对。然后这间店是我设计的。怪不得我会输。对。你好。我们来访问，不好意思，怎么称呼？我忘了。他们都叫我 Seven。哦，对对对对对对。好，我们刚好在比赛的时候的隔壁桌叫金理嗨，对不对？里面刚好就有一个算台湾第一位。做这个乐高盒子 ，IDEA 系列里面被票选，是的，有推出正式商品的 Seven。哎、欸，大家好 ，Seven。哎、yeah, ，刚好我们在这个内湖的 Brick Papa 就有展出你这一次就是投稿的作品，是是。对，然后投稿好像也跟正式开发出来的作品还是会有点落差，对不对？没有错，我们这边就有展出这个。这是当初的原型。对对对，LEGO Ideas 它是一个乐高官方的平台，就是欢迎大家平常在创作的乐高创作的人都可以投稿这样子。对，然后你在一定的时间内达到10,000票，你就有可能可以量产成盒组这样子。哦，就可以成为盒组。那在成为盒组的过程，是不是还有一些？就是会跟乐高沟通的部分。当你被选上的时候，他们官方会指派乐高设计师跟你合作。哦，透过视讯会议，然后去做这个商品化的调整。刚刚已经跟大家介绍一位这个 IDEA 的系列的创作者 Seven， 已经够厉害，对不对？他们还有一位金师傅。那我们刚刚稍微小聊了一下，才发现我们前面有拍到那个阿基拉的那个车的场景，那个车就是金师傅做的，然后再来在Brick Papa 的内湖店那边，他要展这一个盒组，哈利波特的那个火车。那我们看起来，我想说，哇，这个盒组怎么这么壮观？本来想要买，结果看到这边有一个小牌子，此展品为改装延伸品，非原始内容。然后我们就问着问着，就问到金师傅，金师傅是怎么弄的？这个其实他原本。盒组只有大概只有这月台座，就这样，这个尺寸。嗯，那你要去把它自己想办法把它加成长一点，就是、多一点，对，可以把它加长一点。那这种玩法其实对于改造的玩家来说，其实是比较算是比较入门的一个所以一个方式。这个算是两个盒组的量，对，去改出来，对。对，所以我买两个盒组就 OK 了，对不对？没问题，但是没办法改这个，为什么？因为原来设计壳是它的。车厢的壳是放拿起来放旁边，就看里面。对，那我就是帮老板把它改成就是比较好去展示的一个方式。哦、所以这个可动也是你这边改的。对对对对。哦、所以两个盒组还不够，还要一些其他零件。一点点。真的，我们真的以后这种比赛，我们还是不要随便参加好了。我们这样随便一参加，隔壁组就那么厉害。